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FORM 段星星，敬请期待 UNIQ 六月刊。被偶遇看病，那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。最近的身体是杠杠的好，因为最近作息变得非常规律，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胖倒是没有怎么胖，但是呢，因为最近作息变规律了，然后饮食也规律，因为自己在家做做运动什么的，就身体就稍微变得宽了一点点，我很满意。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自信，你不管穿什么，穿在你身上，你就是最帅的、最屌的。说实话，冲浪会让我变得更黑。我想尝试的是滑沙。去沙漠里面滑滑沙，抗压能力差的话，建议就多听听音乐，但是不要听太听那种 emo 音乐哈。多出去走一走，去公园散散步，出去旅旅游，打开自己的心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，不要 emo。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情做起，比如说点外卖，尽量少用一次性餐具，积少成多嘛。我倡导大家低碳减排，健康出行，保护自然，人人有责。环保哦，有哎，我这张读小学的时候，在学校举办的一次走秀，可回收利用的一些材料来做成各种衣服，然后我就是跟老师用报纸啊什么的做一个马甲、短裤啊什么的。那一次的好像是一等奖吧。去哈尔滨吧，我想去哈尔滨那个什么雪乡雪谷，你知道吗？哈尔滨这个季节有雪吗？有冰吗？没有，那不去了，等冬天再去。我的 highlight 还在后面，现在还不够嗨，我们慢慢嗨起来。